十八首教学篇第四十，腋下偷桃。完整演练。好，下面我们来学习第四个动作，腋下偷桃。好，快转过身，正右脚，上左脚架，跪步，下重拳，跟右脚，跟右脚，上重拳，手放在胸前，胸前的位置跟手相对，上右脚，弓步。双推掌。好，下面我们来讲解第四式腋底出头。好，对方挥拳打我的头部，我架打上左脚，右手由下至上击打对方的裆部，对方吃痛，他会双手捂住裆部，我顺势跟右脚冲拳上来击打对方的头部，击打对方的头部，整体会后仰，后仰同时跟右脚双手推他的胸部，推出去。